所以，台长告诉你们，为什么要合掌啊？双手合掌，两手食指合在一起，食指为心啊，大家知道吗？食指连心，这个手指合在一起，说明你的心合二为一了。你是真心在拜佛，你的肩膀要松弛，代表你放下烦恼。所以很多人在菩萨面前跪着说：“菩萨保佑啊！”看见了吗？你已经拜佛了，要很松弛的。